超级爆的军靴。手上这一双呢，非常的厉害哦，它是一个绑带的设计，而且楦头非常的秀气。重点是为什么这么的热卖呢？因为它超级软的哦，所以穿上去真的是绝对非常的舒适，无论出去玩走长远的路都不成问题哦。然后可以看到鞋跟的高度啊是非常适中，也不会太平底，但也不会过高哦，所以呢非常的好走。然后鞋底是有指滑的，然后再来呢为大家方便设计，它是有做内拉链的设计，所以呢不用每次出门都绑鞋带啊，而且重点它也可以扎裤子，非常的好看。厉害的地方就是后侧边的设计感，它是做一个狮扣的造型，然后斜角的感觉，让你的脚看起来非常的修长哦。所以可以看到我身上穿的，假设搭一个小洋装的话呢，侧身的感觉就会像这样子。重点是它在脚踝活动的地方都非常的软，非常的好看。